就是這個球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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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馬德里，個波傳向左翼，係突破嘅好機會嚟嘅。班奴費南迪斯有空位俾佢啦，有空位啊！後場頂呢個波，好波！開波冇耐就有波入嘞噃，呢啲咪好開始咯。咁早入波，會唔會數多幾球咧？擺幾多個人埋去啊，都阻佢唔到。呢位仁兄好嘢啊，成隻馬騮咁嘅，你都捉佢唔住嘅，又俾佢甩到身啦。啊，呢場波啊變得有趣啦。耶！有啲球迷都未坐定，已經入咗波啦喎。呢場波開得幾好啊！碧咸出界，龍門球嚟嘅。费达力高华为帝，睇实边个喺前边啦。呢下救命啊！好嘢啊，食晒个位。鲁尔咧就攞到个波啦，喂，把握机会啊！一个冇法子能够挑剔嘅入波啊！呢个波入咗啦，眨下眼就追翻嘞噃。哇，真系以牙还牙喎，俾人入咗波唔使惊，嗱嗱声入翻球咪得咯。朗拿丁奴啱啱好咧喺个防线前边咧避免咗越位啊，可以见到佢系真系几有经验同埋咧几有耐性啊。胜高一作，方向唔啱啊！哇，禁区里边咁多自己友，俾边个射都得啦。喺呢度回传都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啊！吓。艾定哈兰德，班奴费南迪斯射得啦，喂，餐屎啊！组织啊，真系唔错噶，系争埋门嗰一脚嘅啫。咁靓嘅比波，嘥咗真系可惜啊！叫做暂时解除威胁啦。危机解除咗之后就立即反击啦！哇，眨下眼就唔同晒嘅，我话唔定一球定胜负咧。睇你呢下啦，搞掂，入咗啊呢个波！比赛形势又起变化啦！呢球组织靓啊，除咗对手有漏洞之外，自己有肯走位都好嘢。马德里入球领先。哇！反超前實在唔簡單喎，而家睇下佢哋嘅後防係咪同進攻一樣咁出色先？史端寧呢球有機會啊，後衞都可以咁走位發嘅，跳高一搖個波甩，仲有機會喎，入波啦！哇！即刻就追翻啊，係咁㗎，有啲人針唔吉到肉唔知痛啊嘛，唔落後咧唔識追翻平手嘅。泰拔高圖爾斯第一下的反應算不錯，但是就撲出不遠，沒辦法清走。這個球我想龍準備要射了，入球了，入球反超前，在那個位置真的點射都不會失的了，簡單過頭。這個球是射得漂亮的，不過也要讚下比波他的隊友。馬德里領先，接咗啲球波，解除咗个威胁啦！呢个波点追啊？洛迪高高斯，哎，而家可以反击啦！哎，真系嘥咗个波。奥耶沙巴尔，呢个波点追啊？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攞到个角球啦！
真达踢翻个波出嚟，马德里攞到个波啦，话都冇快，由呢边墙去翻嗰边墙，呢球波挡得好啊！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奥耶沙巴尔，好波啊！个波而家喺史端宁度。唉，真係嘥咗個波。個問題啊，出喺傳球嗰個準程度嗰度啊，而家搞到空手而回啦。費達力高華為迪，嗱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。傳到咧，個波而家喺魯爾嘅腳下，踢咗出嚟啦。誒醒喎，一開始反擊好好噶。不過有頭威冇尾陣，呢個波點追啊？反擊嘅時候唔夠專心，失敗機會咁樣浪費，失敗。費達力高華為迪，呢腳直線一下劏穿曬，傳中啊！呢球獨到啊！不過隊友估唔到啦，卡馬雲加大腳解圍，都撞得幾大力喎，將個波送去側翼，頭槌一頂，哇哈，救得靚啊！呢個波救落嚟啊，睇落好似好易啊，其實真係唔簡單嘅。怕且都係上半場最後機會啦。球證吹雞咁啊，話上半場完咯噃。可以睇到咁嘅比賽，對我哋嚟講啊，真係好好運噶啦。對領隊嚟講咧，就可能就快心臟病發啦。上半場啊，兩隊搏取，你一拳啊，我一拳，兩隊咧相差一球啫。下半場開始，朗拿天奴、魯爾，呢個失誤都幾嚴重下噃。碧咸，魯爾有機會啊！起腳射佢，可以去慶祝啦。乜嘢好得過入一球呢？答案就係入兩球啦。當然，就連對面嘅 fans 都拍曬手啊！只要係識睇波嘅人都知呢一球係好波啦。場波踢到而家咁啊，真係好肉酸嘅。莫講話踢啊，睇嗰啲都唔開心啦，係咪先？馬德里領先兩球，睇嚟贏面都幾大噃。可以 feel 到佢哋冇曬壓力㗎啦，想贏幾多都得啊！後防及到實一實，一啲都唔放鬆啊，先至可以阻到佢咋。佢有機會發起反攻啦，傳去側翼，個波而家喺朗拿天奴度，啊個角度起到腳啦，又入一球啊！哇！佢嘅第一球波啊！哇，睇嚟咧未來仲陸續有嚟喎。啊，佢呢一下射門睇嚟好似不費吹灰之力咁啊！嗱，呢球波嘅示範俾你睇啦，窩裏抽射唔係話淨係靠大力嘅，仲要咧係攞個波攞得準個準程度啊！唉，睇怕呢場波都可以放入雪櫃噶啦。魯爾有機會反擊啦，奧耶沙巴爾。賓斯馬、碧咸，好嘢啊！啱先話失咗個波啫嘛，又即刻攞得翻。艾靈夏蘭特俾人 mark 得好實啊！一轉身個波都冇埋。艾靈夏蘭特。The attendance for this match was 71,898。迪奧香南迪斯、朗拿天奴，個預知能力真係好啊！咁都俾你估到啊！魯爾乾沙利斯傳波出去，好波！成個反擊都唔錯㗎。如果入咗啊，呢球係世界波啦！
拉莫斯，纳拉巴稳位接应，传咗过去，阿拉巴帮到手啊，跳起一顶，再一个机会啊，入咗冇啊！呢球波咧，应该系佢第十个入波嚟噃。哇！呢个波啊，靴得靓喎。有时你真系唔怪得个龙门嘅，个波咁样飘法咧，真系好难预计嘅。好似大人虾细路咁啊！碧咸啊，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个空位啊？老二，冇问题。唉，又入多球，呢个比数真系冇眼睇啊！而家就冇晒面噶啦，唔知佢哋仲企唔企得起翻身咧？马德里完全冇人挡得住啊！艾宁哈兰德、阿朗素、史高斯、菲纳比古天奴啊，攞到波！哇！呢個攔截啊，落力咗啲，有機會突破。喺眼前都幾多選擇嘅喎，真係好波啊！俾佢捉曬路啊！做乜咁大嘥啊，後生仔！冇機會嗰陣時又話冇機會，而家有機會啦，又把握唔到。唉，真係嘥咗個波，又將個波踢翻埋去中路喎。頭先真係牙煙啊！反擊的時候不夠專心，失敗機會這樣浪費，失敗啊！看不看到有隊友呢？朗拿迪奴整個反擊都不錯的，如果入了這球就世界波了。費達力高華為敵，朗拿迪奴明明有咁多選擇，點解會咁樣揀㗎？艾寧哈蘭德分去右翼度，啊個動作好靚喎，睇下俾唔俾到個靚波先。唔錯啊，傳得個波踢翻出嚟，射佢啦，破曬籠啦！啊攞個波就完美啦，一級水平，可惜射波嗰腳就三級。